接到，请他一管你，但不知。
王若来，我将他纳入我西宫。哎，秦女梦音依然许配母子，不若纳入西宫，只恐与礼不合。他那人尚未亡魂，纳入西宫有何不妥？是啊，此女尚未与我儿完婚，不纳入西宫有何不妥？只恐满朝文武议论，世子心生怨恨。臣有一计行了上，有何妙计？像那秦公之身旁有一宫女，名唤阿昭仪，我有姿色，乃等世子新婚之日，臣备良辰
想招一人，正好劝此于他。